怎么样，今天我讲的怎么样？好，你的口才真不错。数目真不小啊。你洋钱还不少呢，你看经理喊你去说话。经理找我，马上就去。走啊。我去好了吗？走。嘿嘿，我不反对你们爱国，可是你在厂里面公开的煽动工人给东北的义勇军捐款，这个事情要让日本人知道了，向我们提出一个不亲善的抗议，那我这个厂开得成吗？故意的给我找麻烦。文经理，请你放心吧，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会担待的，绝不会连累到你经理的。大不了坐牢枪毙，由我承担。不怕吃官司坐牢，我这个厂不能够随便让你们搞垮了。你爱国我管不着，可是文经理，我这里是工厂，我是要工人好好的替我做工，不是请你来教他们捣蛋的。你得知趣点，懂了吧？好了，去吧。怎么样？经理怎么说？张先生，经理怎么说？说我们捣蛋，援助东北义勇军算是捣蛋吗？这是岂有此理吗？不要你，他们反正是那么一套，我们干我们的，钱明天一早就可以汇出去。那好的，有人来了，大家散开。素芬啊，你先别走。哎，我妈今天烧了点菜，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你怎么不吃菜呀？哎，谢谢伯母，太多了。我来烫。有点头昏，到后头去歇一会儿。伯母您，没什么没什么，你们。月亮旁边那颗卫星了吗？看见。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？我不知道。那颗卫星就是我。你是那月亮。不会是月亮吗？至少在我心里永远是。想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们能永远在一起，同甘苦，共患难，生生世世都这样好。
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。看样子马上要打起来，怎么办呢？你在做什么？不行，你看。不行，你看吗？好，不看就不看吧。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，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？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啊。妈，妈，你快过来啊。你别大喊大叫好不好？好，不叫就不叫嘛。妈，我不来了。妈，你瞧，真的是啊，可是他还藏起来不让我看的嘛。哎，这是大喜事嘛，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？哦，对了，我还得给观音菩萨上香去嘛。来来来，你快当爸爸喽。是啊，那您呢？我当奶奶。小宝宝，为了下一代的小宝宝，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品。可是这个世界偏偏又这样不太平。孩子，淑芬，在这一个钟头里头，真把我急坏了。你看，这简直跟你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啊！孩子生的那天正是七七抗战，就叫他抗生好不好？